香香老公台湾蜜月另有目的。现年31岁的岑丽香香香公主，去年尾秘密飞到去温哥华和相恋年半的强强结婚。日前二人又静鸡鸡地飞到去台北度蜜月，进行造人大计。据指夫妇二人去到台北之后，就由好朋友接待并且安排节目。他们首先被安排去打高尔夫球，之后再吃饭行宁夏夜市。期间香香和强强更加品尝夜市里面最著名的胡椒饼。强强对着胡椒饼欲罢不能，拍片自娱之外还放上网同朋友分享，行到腳仔軟啦，佢哋又去到腳底按摩，真係舒服啊！不過據《東周刊》報導，強強此行仲有一個重大嘅目的，就係順手傾生意、揾商機，為日後嚟到香港定居鋪定路啊！強強，你真係要努力啊！